请收看《银哥闪冷红宝铲》。是变金色的呢。你看到金龙哦？这，哦，是安尼啦，老夫人啊，我自细汉吼就足惊蛇的，连看到草丝啊都会惊。我就看到一尾长长，啊无看到头，唔知是龙还是蛇啦。哦，金龙出现，安尼是大吉大利。阿娘。啊！我甲你讲错的啊，小妹啊，进来进来，你进来，真好真好，小妹啊，你敢知影？你昨天闹跑去哦，我伫坐哦，你若想妹啊想，半暝啊想，搁想到做点心的，你害我哦，规日困袂去，难过走啊啦。阿姐，我知影我唔对，回来就好个啦。以后吼，你都唔通搁四界走，阮大家拢找无，拢足担心的，你知无？老夫人，以后我袂管你啊。过两天，就明个叫我老夫人哦。对对对，还搁咧叫，即摆爱嘴改嘴啊咧，爱叫爱大家啊。我知影。这个计未失败，我另外搁想一个步骤，我要老家让伊规家伙啊家庆不宁。点拿相救再世因。期待共心家门兴，夫人真心来告别，阮无怨无恨心交心。多谢菩萨来牵绳，红红伴阮结冤名。我心公正如当情，文武同行才卖情啊，才卖情。啊，小妹啊，扮甲水水水，红红衣灰灰灰灰。啊，这高音醉醉醉，小妹唔敢比比比。哎呦，小妹啊，啊，咱你是咧伤心什么话啊呢？啊，这要嫁出门是终身大事好事呢，
迄是讲哦，迄将军大人唔才有同意无？啊，若无哦，人我嘛会用甲你来去哦，啊嘛会伊送伊啊。所以讲哦，你让我伊才对呢吼，莫想遐济人吼。拜天地，你看，这敢会有什么妖怪来在作弄？姨娘，你敢会是得罪着什么妖怪？我，无啊！阿美啊，你看，那保安来陪嫁你啦！是啊，阿娘，真奇怪呢。哎，是要紧无？是弄到倒位啊呢？那哀哀叫。把你弄得骨阿皮啊！哎呀，歹势歹势，唔是故意，我这真无用哦。哎，搁底下听听，叔啊，这是什么魔啊？这重的。哦，这哦，这就是新娘在戴的皇冠啦。哈，新娘。叔，我搁要吃菜，我无爱做什么新娘啦，我无爱嫁啦。啊啦，你这办来要嫁，鬼敢敢甲你娶哟？了然哦，甲好命了然的吼，实在有够了然啦。今日娶亲歹结条，新娘的皇冠却戴袂掉。这是方伯来贺表，宝宝唔免心烦焦。老夫人啊，你就唔免阁烦恼啊啦。哎呦，老贤叔啊，我心肝内吼一直有无见笑的感觉，叫我哪会袂烦恼？啊，但你嘛假，古早人有伫咧讲，先人拍鼓有丝绸，那这件风波你甲看起来吼。以这个凤冠飞起，嘿，这也做披风出人，前途光明。啊，真是的哦。嗯。啊，老小叔啊，啊，不过那凤冠奈飞起厝尾顶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哎，啊，凤冠坐伫厝尾顶，这也做高高在上啊，也做冠盖云集。啊，你啊。嘿嘿嘿嘿。奈搁吊伫遐树枝，安尼摇来摇去，啊，这又搁是什么意思？老夫人啊，你都有所不知，迄不是树枝呢，迄是菩提树。咱人若要做发心，爱伫菩提树面顶，啊摇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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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发心唔才会愈摇愈高。哦，迄原来是菩提树哦。是啊。老先生。对啊，那皇冠现在那边小黑心的头壳顶。哦，这也做喜入云门，功德圆满。安尼哦。嗯。哎呦，啊，这都拢好彩头啊。这本来就是好彩头啊，是讲，如果那一间阿燕吼，啊发心要入云门修行，你唔知敢无？是干吗？我乃唔干。哦，安尼上好，安尼上好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啊，大家拢佛，大家拢佛，大家拢佛。连公，拄只阿娘已经派小云送来禅师的开示，应该你也欢喜才对。是安怎？目头哪会夹夹啦？大人。嗯，员工，起码还叫我大人。相公，
连公，你心头看偌济解，我一定会一个一个替你解，解到让你欢喜。相公，我一直感觉怪怪，无风不起浪，迄阵风，存心就是伫咧甲咱作弄，伊要让咱大家拢无欢喜。我嘛是甲你同款，有这个感觉。这个妖怪一定还搁伫咧咱的四周呢。好佳哉，老相思即时赶来，要那无，这个妖怪一定会搁继续闹落去。不是相思，应该知影迄个妖怪是甚物啦。咱来去向伊请示，请伊将妖怪抓起来。相公，老相思若是要抓伊，早就已经甲抓起来。伊是安怎歹抓伊？要放伊甲咱斗阵做伙，将这个危机放在咱的四边，这一定是老相思要考验咱的智慧。对，剑无磨未来。员工，咱就要共同来抓这个妖怪。我再讲，这个代志千万唔当有第三者人知影，避免惊有打草惊蛇。相公，咱安尼是毋是会真危险？娘公，从今以后，咱两个人爱同甘共苦。危险对我来讲，这是一种的考验。我绝对袂当让这个危险把我打败。啊哈，敢是敢准爱敢人？啊哈。啊啥落雨将？我沿路你甲你对，我看你安尼，还规安尼戆神戆神啊！人今日好日子呢，我看你哦，菜哦吃无三嘴，爱酒哦嘛啉无三杯。无啊，你那拢一直咧甲我注意啊。我，哎呀，你哪样讲安尼？人就是关心你，唔只安尼甲你注意，是讲吼，会足奇怪呢。今仔日哦，我看你哦，啊见到迄老相思的时阵，啊你来安尼，遐闪，哎，遐退。嘿，啊，无你是咧惊啥物呀？我，哦，我知影，我知影，你着一直惊吼。嘿，迄老相思吼，你惊讲伊带你去伊遐吼，叫甲你剃头起来，全做花相，是毋是惊咧着？哦，对啦对啦，我惊做花相啦。哦，惊了，我不敢搞咧。酒兴真深，惊素菜。半困难对头来，上惊念经甲拜拜，有念有拜智慧来。军师剃头戆大呆，啊，光头军师都有气派，目标明显掠起台。有我特动，你无知呀，你无知。你是从啥？阿弥陀佛。我靠！我靠！哎呦，了然嘞！啊！这代志都我讲就好啊！你是来要创什么话？丁大小姐，是阮叔叫我来的呢。伊叫我来替新公主啊念经上惊啦。安尼哦，新公主暗时才会睏会去咩？好。别啦别啦，稍微想啊，无需要这么麻烦。不需要，无，安尼有需要，那即个安尼着。了然嘞，我感觉我吼，咱即个老相思哦，处理这代志哦，处理了够舒心，够有够妥当的。你看你家己啊，哎呦，你看你这个面啊，戆戆神神的，啊，你真正有影拍着惊，真正真严重啊！来，赶紧的，家收惊，来，你收啊，紧来紧。无咯，紧紧。变啦，变出来，你把你保住大意啦。保住大意啦，哎，是的，哎呦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快快快快，你话你严重啊嘞，你看你惊啊，真严重啊，你。我才来想办法，我看你这高山啊吼，要搁变什么把戏？阿娘老早，老早，阿娘请问，林公啊，你着紧生一个后生哦。多谢阿娘
红包添喜。相公请用茶。连公早出龙门，安邦定国。多谢相公，如意顺心。大姐告早。连公，早生贵子。多谢大姐对对用心，真好真好，恁吃袂伤清，安尼以后我就放心嘛。梅兰竹菊四季红，春夏秋冬红满堂。姐妹同心来敬奉，希望夫君早成功啊，早成功。伊咧，你的伤势有较好无？嘛是个安尼，我着想要好起来，也毋过着好袂起来啊。哎呦，将军大人啊，伊拢不爱听话啦。人个前台有甲伊讲过啊呢，人讲伊的身体吼，伊袂用搁再食粗的，爱食素啦，啊都不爱听啊。逐工啦，毋是食迄酒啦，啊酒嘛是粗的啦，啊菜嘛是粗的啦。哎呦，伊变哪好会起来？啊酒是我的命，粗是我的筋，啊恁两行拢叫我禁起来。伊咧。啊，宝智禅师，伊毋是有来甲你念经修经？哪有啦，伊敢若派一个小和尚来尔。啊，念啥物经啊？那是愈念我头壳是愈疼。哪会安尼？将军大人啊，你都毋知咧，伊的身体哦，即嘛外虚外冷，你知影无？哎呦，迄真大夫有讲过安尼，若讲伊的身体即嘛是吼，安尼肝啦、肺啦、筋啦、肠啦，规撮拢袂用哩，歹了了啦。啊，不但是安尼，伊只耳仔够严重哦。伊个耳仔，我看时阵哦，安尼轰轰叫，轰轰叫，那亲像啊，那亲像狗耳啦，一只一只伫内底啦，你甲算啦。啊，对啦对啦，有狗耳啦。哎呀，兄弟，要哪安尼，你爱不好好啊保重，千万都唔通去吵伊人呢。二爷，多谢你的关心。是讲放心啦，即摆哦，我有准备，为着伊只哦，哎呦，我准备一个避孕要甲伊呢。有啥物好个避孕呢？有喏，你看这是啥物哦？叫做姑娘，啥？姑娘？对啊。啊，你骑咧姑娘是要创啥啦？哎，伊咧身体啊，啊这吼，甲你灌咧耳仔来哦，你下摆吼，这耳仔啊都循环好啊，别慌叫啊。等一下，你慢我袂来哦。我袂来。哎呦，你来过安尼，人对你是诚心诚意的呢，听人去找呢，这毋是遐简单啊找会到的呢，这不但是灌咧了后哦，你身体五脏六腑拢好去哦，清凉解毒。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。什么？救命敢有讲什么时阵出定？无呢，无交代呢。相公，既然老禅师已经立定，那呢，咱就另当再过来请示。又敢唔知要搁等偌久呢？将军大人，阮师若是立定哦，上少要49天，上长哦要6个月哦。相公，你这么着急要见老禅师，是毋是有啥物要紧的代志？当然嘛是为着心药，伊的病情真重，无药通医，看要安怎？已经哦，文殊哥保镖哦，就是一直战乱哦，回收拢逃离了，逃离了，拢是因阮阿叔闯，想要做皇帝，才会引起一场战争的浩劫。即马咱三个人，拢已经受伤啊，这间故事嘛毋是一个安全的所在。可是讲连明阮叔兄若是来，就算讲咱三个人联合起，嘛毋是伊的对手，到时是要安怎？我去，迄妖刀人真是敢来哦！我就我的性命，我都要保护你两个。周公主，我跟你回心未果，你却三番六次，不顾家己的性命来救我，我真正不知道要安怎报答你。
公主，你啊坚强活落去啦，唔通讲这，你一定爱服过，替皇上报仇，安尼唔就是甲我报答啦？林山四弟兄，哎呀，来啊来啊，我今日你报公主行踪，叫好我对位。没，九公主，这人给我，你先传公主走。没问题啦，你就紧走，服我就好。好，好，好。林山拢免收钱，恁一个都拢走袂去。好过。九公主，九公主。万毒开刀看神机，恶梦一件卖万钱。自作恶业无根性，念佛忏悔修佛心。阮目睭掉一粒沙，伤心感觉较自然。你痴情，阮了解，已经打动阮心弦。你该选择我，就后土情缘，感情世界有啥？爱阮小牵连，不过选择有啥人轻松？